第二十六，2627是题主。弗朗基在伟大航路中获得 XYZ 三种不同的金属元素，将他们拿到氢氧号的实验室进行实验，得到下列的结果：实验一 ，3XO2 加 4Y 生成 3X 加 2Y2O3。实验二 ，ZO 加 Y 没有反应。请回答26、27题。26题问，请推测 XYZ 三种不同金属元素的活性大小是为何？这个是跟我们的第25题一样，是根据实验结果判断活性大小。那么活性大的金属可以把活性小的金属的氧化物的氧抢过来发生反应，活性小的金属没有办法抢走活性大金属的氧化物中的氧，所以我们看到了 3XO2 加4Y 生成 3X 加两个 Y2O3， 我们就可以晓得它们的活性大小呢，应该是 Y 会大于 X。然后我们看到了 ZO 加 Y 没有反应，所以就表示呢，我们的 Z 的活性呢是大于 Y， 所以综合起来的活性就是 Z 会大于 Y 会大于 X。所以第26题问我们说 ，XYZ 三种不同金属元素的活性大小次序为何？我们答案呢选的是 A，Z 大于 Y 大于 X。